你们不是想知道顾家公馆到底有没有玉面修罗吗？那就请你们亲自去看看。这么多年了，第一次能堂堂正正的迈入那扇门，我当然要去。爹娘。 我回来了。我可是听梦爷说了，你呀，为了勾引一凡哥，特意去了新都会当舞女，只可惜一凡哥并没有上你的当。苏小姐，你一凡哥吻过你吗？ 但他吻过我，顾青烟，我就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女人。那你现在见到了，你若是这点本事都没有，我还怎么杀人？他此刻去找了叶一凡，沈公子，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做？想个办法，除掉叶一凡。 你以为找死我就会感激你是吗？但我只想你活着，因为我爱你。顾青烟，我告诉你，你是我的人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要你活着，否则我绝对不会原谅你。知道今天为什么带你来这儿吗？我之前答应过你，要送你一场只属于你一个人的宴。 我来履行承诺了，一凡，不会离开我吧？无论你在什么地方，只需要在原地等我，我来找你。苏小姐难道不希望你的一凡哥跟顾青言彻底反目吗？你有办法。你们说的什么玉面修罗？ 真的不在我手上啊，顾青薇，我今天是要跟你算算其他的账。苏小姐，你来告诉他，莫先生到底是谁？顾青言，你不能跟一凡哥在一起，他骗了你。我好想知道，当我不顾一切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在想什么？ 当我说要帮你报仇的时候，你又是什么感觉，莫先生？青言，我口口声声说我是你的女人，可是你就这么骗我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。如果你真的恨我的话。